兄姊妹平安，好感谢神咧，今日俾我哋晏昼咧可以有一段分别为圣嘅时间，可以喺度咧敬拜赞美佢。跟间咧，我哋会一齐咧唱一首新歌。咁咧，愿意呢首新歌咧就好似《路德记》里边路德向拿俄米咧献出嘅嗰份爱，大家都应该好记得。路德话咧，拿俄米嘅家就系佢嘅家，佢所爱嘅就是他所爱，他的神呢就是他的神。因为呢阿南伟呢爱路德，所以呢他们呢能够呢路德都爱他，他们有爱的流动。今天呢我们都一样，因为神呢先爱我们，所以呢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，我们呢可以献上我们跟神说，神啊，愿意你的爱就是我所爱，你的心就是我的心，你的渴求就是我的渴求。等着我们我
Hallelujah, Shatter！ 等住我哋一齐咧开声，我哋咧邀请咧圣灵咧临到我哋当中。系今日咧嘅敬拜系新嘅，今日咧我哋嘅心系新嘅，今日神嘅膏油咧都系新嘅。主，我哋带住咧极大嘅期待，就系咧经历咧神啊全新嘅你啊，因为咧唯有咁咧，我哋先能够咧成为全新嘅我哋自己啊。Hallelujah，Shatter！ 啪啪啪啪。
sha 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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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。
你会想起在圣经耶稣死之后他复活了，一次和他的门徒一起吃早餐，当时彼得在场的时候，那他就问到彼得你爱我吗？跟住呢他话佢听你要喂养我的羊。咁彼得系点样回答呢？主你知道我系你嘅朋友。咁但系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佢，佢同样答复。第三次耶稣问你系咪我嘅朋友，跟住佢话耶稣你系有所知道。耶稣话你要喂养我的羊。今日呢主是一样问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爱我比你这些其他的东西更多的？你是不是爱我比你的事业、你的财富、你的身份，甚至你自己的朋友是更多的？耶稣他是很爱彼得，因为彼得曾经否认他三次面他，但是现在彼得一个机会可以表达对主的爱，但他对自己很不配，不可以用那种的神的爱、加倍的爱，他说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的。但是耶稣不单止要我们是爱好像的朋友，用那种的加倍神的爱、牺牲的爱，要爱他，要跟从他，要奉献给他。神曾经被彼得一个的机会，跟着他可以回答主说我是要爱你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我爱是不够的。但是耶稣说你去喂养我的羊。今天神一样告诉你听，你都曾经好多年是认识主，又是称他为主，我主我爱你，但是他问你是不是真正的是爱他比这些更多的，是不是真的爱他，甚至你愿意放下一切是跟从主耶稣，负起你的十字架，好像彼得一样的，是不是为耶稣要牺牲他宝贵的生命，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爱心，对于爱的不单止口里面的，是心里面的，在行为上面的，是爱神。如果你真的爱神的时候呢，今天需要你去喂养他的羊，去传福音给人听，去教导人，去将你所有的同人分享的。因为耶稣要真的你是知道他是爱你，但你要爱回他，比这些一切更多的。今天神是对你讲说话，要献上你的生命，献上你的一切奉献给神，跟随主耶稣，跟着呢他会给一个好的机会喂养他的羊，传福音帮助好多人，因为今天神他拣选了你。等姊妹，神已经给了阿加皮的爱我们，神话我们有能力用阿加皮的爱去爱他，并且我们可以爱自己和爱身边的人。等姊妹，我们开口跟神说，神啊，是啊，我们接受了你阿加皮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去爱你，亦都去爱身边的人。我们为自己开口的祈祷。
我哋真系将我哋自己献俾我哋嘅主啊！弟兄姊妹，我哋哦开声啊！我哋开声，我哋真系同神讲，系啊，主，我哋愿意成为你一个贵重嘅器皿，哦，我哋愿意被神你所使用啊！哦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讲佢话，哦，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，哦，我哋要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系圣洁嘅。我哋如此服侍，乃系理所当然噶。啊，好冇神都喺我哋身上所做奇妙嘅工作，我哋要对神嘅爱咧有一个回应。我哋将自己献俾主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系啊，主，哦，我哋将自己献俾你啊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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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啊，主，我哋愿意咧，你真系接纳我哋喺你面前嘅呈献，哦，真系，哦，接纳我哋喺你面前一切嘅敬拜，啊，我哋嘅。敬拜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， 哈利路亚。